雨荨，有一个这么宠你的完美网红男友，你有什么话想对他说吗？我想跟他分手。雨荨，你跟我开玩笑？我这么爱你，你怎么不想跟我分手？爱我？你自己编造的谎言，不会连你自己都相信了？这是我送给我宝贝雨荨的礼物，雨荨喜欢吗？哇，你干嘛？这不是送给我的吗？你想什么呢？这么贵的项链我怎么可能送给你啊？我就是借来趁着情人节拍个视频涨粉。那你情人节没有给我准备礼物吗？是啊，怎么了？都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，你还每个节日都要礼物，烦不烦？我错了，这条过了，收工。好，谢谢导演。雨荨，我来接你了，给你带你最爱喝的奶茶。谢谢。哇，你还果然和他视频里一样的暖。是啊，对雨荨可真好。我朋友叫我，我得叫他去酒吧，你下车自己打车回去吧。可是这地方这么偏，我怎么打车啊？别废话，赶紧下车，听到没有？云海，你准备什么时候结婚？雨荨以前跟我在一起吃了很多苦，现在我条件好了，只要他愿意，我随时都可以给他一个未来。云海，今天采访时候你说的那些话是认真的吗？你开什么玩笑？那些逢场作戏说的话怎么可能是真的？你脑子没点毛病吧？爱情应该是两个人真诚的共同付出，不应该成为你树立虚伪好男人形象的工具。这场戏陪你演够了。哎，雨荨在直播呢，你要现在走了，我的心可全毁了。求求你，看在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的份上，给我一个机会。给你机会？行啊，如果看到这条视频的人都在底下评论让我原谅你，那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帮你洗白，怎么样？一言为定。